大家好，我们是音乐剧团，很开心和大家又见面了。我是百灵鸟，我喜欢故事和音乐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，这两位是艾利克斯和莲恩，这两位是凯瑟琳和雅各布。来到这里呢，是收到了很特别的邀请。听说今天这里要举办一场生日会，所以呢，我们被邀请过来送上美妙的音乐。哎，可是我怎么没有看到邀请我来的朋友们呢？他们在后面，在你后面。啊，他来了，他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小熊维尼。你好呀，维尼。在森林的深处，克里斯多夫。他自己漫步北部森林，有美好的年回忆。小李子一日是他朋友，一袋鼠和小豆，有白兔和小猪。小猪在哪儿啊？小猪在那里。还有猫头鹰和可爱的小熊维尼。小熊维尼，小熊维尼，人见人爱，人心又毛毛茸茸。小熊维尼，小熊维尼，迷迷糊糊是小可爱。百灵鸟，还有大家，你们好啊！你好，见到你们可太好了，我们也很开心见到你们哦。一听说你需要音乐，我们可是立马就赶过来了。可是我们还不知道今天是哪位朋友要过生日呀？哦，是我们的好朋友伊尔，他说他好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过个生日。是啊，所以我们想给他准备一个生日会。哦，我还准备了个小礼物呢。哇，可以给我们看看你的小礼物吗？太好了。那大家一起来猜一猜，小熊维尼准备了什么礼物呢？蜂蜜。蜂蜜是我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的东西了，蜂蜜。大家猜的没错，真的是蜂蜜。我的肚子咕噜噜叫，他告诉你该吃午餐，他在叫我吃。哦，我像是蜜蜂，高高飞上树枝顶。如果你不是一只熊，那你就会这么想。超想吃蜂蜜，我是为你，我很开心，所以爬树。我的咕噜噜叫，他在叫你吃蜂蜜。我要把这罐蜂蜜送给我的好朋友伊尔，希望他会喜欢。是的，我们就是想把最好的礼物送给朋友。哎，小猪，那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呀？啊，我还没有想好。好像你们都有主意，但是我没有。我想我会更快乐，如果我有能力帮助我的朋友做更好的自己。小猪，你已经很棒啦。是的，如果我不是这么想，我可以想跳跳舞去帮助一些需要的人。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你们这些的朋友，就像小熊维尼和伊尔，其实奉献多希望能够被需要。我虽然小
有帮助的好朋友。我要这么说，我一点也不渺小。没错，你是最懂朋友的，最善解人意的小猪。你可以想想看，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礼物呢？嗯，想想。嗯，我想想。嘿嘿，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你好啊，跳跳虎，早上好哦。那跳跳虎非常的神奇，我就是那跳跳虎。我拥有橡胶的身体，还有强力弹簧腿，我能跑能跳能打能闹，笑笑笑笑笑。这世上没有谁能比我更会跳，我是跳跳虎。那跳跳虎非常的神奇，我就是那跳跳虎。我拥有橡胶的身体，还有强力弹簧腿，我能跑能跳能打能闹，笑笑笑笑笑。这世上没有谁能比我更会跳，我是跳跳虎。我是跳跳虎。手上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拥有跳跳虎魔力的弹跳开关，只要带上它，你就能和跳跳虎一样充满活力。呜呼呼呼！可是，伊尔想跳起来吗？是啊，伊尔好像并不想充满活力。他好像更喜欢休息。还有吃草。啊，吃草。我知道了，我可以送给伊尔一些干草。哦，这真是个好主意，你真棒，小猪。是啊，太棒了。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去找伊尔了？嗯，他在哪儿呢？伊尔应该很快就会来了，要不我们先把这里装扮一下吧。大家跟我来。他们把这个好吗？这个气球给跳跳虎，你来吧。欢迎，我们来这儿吧。喂，哇，好好看啊！几个好朋友，几个小礼物，有一份惊喜送给你。你我不算贵，也不算好吧，但都是他们非常需要。这些是什么？哎呦，小心！这个呀，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生日礼物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！Bye.
谢谢。可是我的生日不是今天了。不是今天啊，朋友们说给你准备一个生日会呢。啊，我以为……哦，看来我们搞砸了。没关系，这感觉像是在过生日呢。是啊是啊，只要能在一起庆祝，每一天都像是生日啊。说的没错，要不我们给今天也取个名字吧。想想叫什么好呢？哎，叫欢庆日，怎么样？我喜欢这个名字。啊，好棒啊！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每一天都值得欢庆。没错。下面呢，我们邀请在座的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给丽儿庆祝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一起唱一首歌。爱我，我爱你，永不分开，永远在一起。一个快乐的家庭，他们会跟着你的笑话一起大笑，呼呼呼，他们会让你的雨天都变得晴，他们会关心你，当你低落，我的幸运，我的好朋友是你。他们知道怎么逗你一笑，他们还会给你准备蜂蜜，他们自愿加入你所有奇怪的冒险。我的心意，我的好朋友是你，一个快乐大家庭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永不分开，永远在一起，一个快乐大家庭。我们能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是的，一定会的。没错，也感谢在座的各位和我们一起庆祝。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了，大家。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